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，我觉得叫做宾至如归，和我们在地食材的宣扬，这两个是一样重要的。我们也把这个整一个餐饮的一个经验呢，那留在国内，就是说，换句话讲说，我们国内有很多提供食材的，还有餐饮学校的大专院校，还有还有一些所谓的食材的供应商，还有那些营养师呢，通通在这一次四大运动当中呢，我们一起进驻来学习。